差不多的啦，差不多可以的啦，很乖呢，很乖哈，对，好可爱哦。他们两个很紧张，这样在学姐的面前，他是说要吃芭辣吗？他的要吃芭辣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好像就那个眼神有没有？对对对。果然是有这个学姐学妹制的严重，没有啦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我都要看到几个列等西啊，他是那个啦啦队，他们也是那种学姐学妹制，对。可是我相信我们这个不会，不会啦。大家其实学姐跟学妹就是代表说我们学姐都很照顾学妹，对啊，当然啦，对对对。因为我之前也是个小学妹这样，互相照顾，已经有那个06年的，好可怕。他是说他是06还是08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好像他说08啊，08号，对，我刚才以为他06，结果他08，吓死我了，吓，不会啦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对，我那时候，我觉得现在已经有比我更学妹的学妹了，真的啊，有感觉的，对不对？好可怕啊，其实还好啦，时间在过，怎么那么快的感觉？不会不会，你还 OK， 你 OK 的，你 OK 的，一出来就叫姐姐，我那个感觉就很难说，你知道吗？之前都是我叫人家姐姐，对啊，就现在你朋友出来就哎姐姐，然后我就哎。不是在叫我吧？不是在叫我吧？我觉得好可怕哦！不会啊，其实 OK 的 ，OK 的。时间在流逝好快，哎，真的嘞，岁月不饶人，岁月不饶人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加快脚步。妈妈，你就体会到了，我们要加快脚步。OK， 我们脚步加快脚步，然后让我们的安全继续。好的，一个小红白灯来过年心，谢谢。Yeah.
谢谢你们的再一次的掌声鼓励哦，感谢您，谢谢。好的。